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我已经决定痛定思痛，因为我们福德高手真的都越来越猛了。那么，老爹绝对不能再开玩笑了。现在，先让各位看一下老爹的蓝蓝，战力目前是85900，攻击力81000，真的是不太强哦。来，老爹决定认真一对。提升我的蓝蓝啊！好，开始之前，我们一样先买一个礼包，没问题。好，一包了。那个凯跟那个剑神的蓝蓝哦，都练到很强哦。老爹一直以来都比较偏向平均练哦。就每只角色都有练哦，可是这样下去好像不太行哦。我决定把我的蓝蓝给练起来，发挥最大的功效，跟他们拼了！好，再一包，终于快扫完3290的了，太感动了！最近老爹这么努力出片哦，也是想说快点把礼包消耗完啊。好嘞，没问题。第四包，喜欢看死神的朋友，记得给老爹按个赞啊！最近死神的片真的很多哎，可是你知道老爹多认真在这个练这个死神吗？我每天玩死神的时间真的很多，我没有开玩笑啊，而且我很认真研究每一只角色哦。好，哎，啊对，好嘞。要干嘛？哎，没问题，大爆抽啊！靠腰，除完当然要抽啊，不然要干嘛？没问题，我再抽。老爹也要打造最强的蓝蓝哦，不再开玩笑啦。好嘞，没问题。今天要提升很多东西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们再来抽到各位，你会怕？估计他们都已经抽完了，什么剑神啊跟凯啊，我猜他们都买完了吧。老爹都还没买完哦，我们继续补哦。好，再来，还有几包，还有几包，这个乱局应该可以七星的吧，好说歹说也六星吧。奥特曼，还有50抽，好多便当啊，很多的火车便当，没问题。经过这一次哦，我看大家等级都提升很多啊。好，我零，我再零，来，蓝染碎片最后一片换起来。然后呢，还有160个贝壳哦。160个贝壳，我先换，换啥？换2颗这个。这样有几颗啊？一次是5个。啊，我这样子就是50个。好，既然我们要打造最强蓝蓝，就要这样了。这边还有90个，换2个乱局的帽子，没问题，没关系，不用紧张。原则上老爹都会换光光哦。好嘞，然后先让各位看一下老爹目前的这个蓝蓝哦，K
可以打多少伤害啊？好，挑战我们的凯。为了更准确的看伤害，我先把这个拿掉，这个拿掉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先记录现在目前的伤害可以打多少。来ると思ってたぜ。看我们的懒懒哦。糟糕，剑疤没办法破防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只是看差距有多少。好，190万。要破，好了，输就输了，放三只而已。那190万，记录起来。190万，好嘞，开始疯狂提升。那你，我都背包，这个秘籍，我要选轨道秘籍，一本，然后。两个旋风徽章，没问题。为什么老爹要换这两个？你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赖我们的蓝蓝，驚く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。觉醒，10%生命，我觉醒。最重要是这个，加10%攻击，我再觉醒。这个生命值就不用了吧，这个生命值哎，觉醒这个好像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升星。还有各位观众，老爹觉醒这个哦，我这个轨道秘籍哦，所以攻击力再加3%，本来我才觉醒2，现在我变成觉醒3了，知道吗？攻击再加3%。好，那么如果我的庆典一户哦，用到7星哦，会再加5%。我再考虑要不要让庆典一户上7星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的乱局直升5星，在240个可以升6星。240个。这不能按错，这按错会哭哭哦。那你，びっくりした。危うくこぼれるとこだった。直升6星，胸が。7星要360，好像不太够。然后我们刚刚有买他的专武。びっくりした。危うくこぼれるとこだった。びっくりした。危うくこぼれるとこだ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我决心。胸が。好，然后360个，差一些没关系，下午就有了。然后还有，我想到了。驚く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。攻击力82000。靠腰插6片，好了，换下去，攻击力82900。你们以为只有这样吗？一直以来老爹都给他穿这个生命值的这个战魂哦，换下来了，我不开玩笑了，给我们的蓝蓝了，攻击力来到86000了。然后这只就先穿这个吧。好，攻击力86000的蓝蓝，应该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。我再升星，
我生不完的心。好了，跟他拼了啦，靠腰啊！好了，没办法了，蓝钻二星，虽然还比人家低一点哦，但是攻击力有八万六了，八万六，我看一下人家攻击力多少。他八万八，好，差一点点哦，差一点点。八万六跟八万八，好，那么现在我还要再提升。剑ってのは片手で振るより両手で振った方が強いんだとよ。我这个战魂都要来提升了。我升阶，重铸。没问题，先洗个属性出来，才知道给谁装。太好了，攻击型的啊，靠腰，这个最好不是攻击型的。好，没关系。这个没碎片，没办法升阶。好，重铸，全部的这个战魂都要给他上这个属性哦。哇，生命值的又是攻击的。斩月这个要不要升啊？我斩月快六星了，先等一下好了。属性应该都上了吧？好，不够。来，重铸。又是攻击的哎，我这个加生命的怎么都是攻击的、啊？应该没有了，能上这个战魂的应该都没有了。好，这个攻击这么好洗哦。理论上斩月的那个战魂还不错啦，这个我想要把它起成生命呢、欸。好了，我们把斩月的给用上去好了，这样竞技场也许可以给蓝染用。啊，斩月的跑去哪？靠腰，提升我方全体攻击。好，那么现在我要把我的这个，因为之前都缺金币哦，今天这一集就是疯狂提升战力啊。我之前都没有这个，都没有把这些东西给升星哦，因为经济太缺。好，加全体攻击。好，没问题，六十个够，疯狂提升战力。因为喷很多而已啦。好像没有得提升耶。好，这个可以，心脉已经全满了。如果全部点亮哦，所有角色攻击力加44点，这是所有角色，所以很划算。这样我们的战斗力就可以加很高啊！啊，靠腰，好像不够，靠腰差一点点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吗？
信聆听。好，这次还没七星哦。我升级。所有死神攻击力提升。我再升级。好，应该真的差不多了。那么现在，今天这一集都在强化。哎，今天这一集都在强化。说真的啊，我也这样会不会很无聊啊？哎。好像没有提升到什么。好嘞，我们刚刚本来打190万，看看老爹提升之后，我们的蓝染可以打多少？这个已经大幅提升了。好嘞，六个大西瓜，男人啊，给你一点，247万，三只打赢六只啦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而且如果。我打这个战力，打这个谁啊？这个剑神啊！我把全部都放上去，看能飙出多高的伤害。如果全部都上去的话，可以飙多高哦？我们来试试看哦。还有一只是谁？好，就是这样子。来，各位观众。到底老爹可以打出多高的伤害？刚刚，哎，提升真的很多哎、欸！拜托你，每一次都要撑住啊！他很硬哦，这个剑神很硬哦，拜托你撑住好吗？撑住啊，剑神！靠腰，他的斩月 is day 还没有，撑住啊！好，不是啊，蓝蓝给蓝蓝打，你在干嘛？只剩下四只啊！好，打四只，四只260，好了，我本来想要看打六只可以打多少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没关系，那么我下次再测试看看啊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